诶，OK，佢冇红灯啦，依家终于到，佢终于冇红灯，我唔知佢做乜事。头先开台都有嘅，头先开台嗰时都有嘅。我叫系咁红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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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知做乜事，我都唔知做乜事。跟住我转咗去，我转咗嗰个，我话 OK，我转咗嗰个咧，转咗去嗰个开台嗰个曲咧，咁啊 OK 冇问题。好似冇 OK，唔聽 Call of Duty 聽日先玩啦，而家都搞成半粒鐘，熄機，冇問題，OK。我唔知佢邊度有問題啊！我整埋呢部，我整埋我手上部嘢啊嘛，玩 DBD 啦，Call of Duty 聽日先玩。咩呢排搞咩？唔係啊，今日諗住打機咁啊，算啦，有 Call of Duty 聽日先玩啦，都冇咗半個鐘，聽日先玩，直接玩 DBD。唔知啊，係開台佢嗰個 OBS 係咁紅燈咯，係咁掉失影格，掉失影格，唔知做乜嘢。跟住我咪試下整下其他，用個分身開咗一陣，跟住都 OK 冇問題。咁啊，唔知搞咩，我唔知啲網嗰啲問題啦。你知我呢度上網成日都神神化化啦，唔係轉 IP 啊，嗰樣呢樣，全部都係網絡嗰邊啲問題，好多時都係。玩 DBD 啊，嗰個 Duty 聽日先玩。噔噔噔噔。或者可能咁啱我嗰時轉緊 IP 咧，唔知佢咧山卡拉地方嗰啲網係黐線啲。睇完《航魔的等我台》，冇 TVB 我都 TVB 我都冇乜點睇。玩人啦！噔噔噔。诶，作可能咩？系咪附近有掘地掘断咗啲上网线？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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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冇睇开，冇啊！正电视都冇开，佢电视都冇开，咩咩？噔噔噔噔噔噔，就好高拼喎呢個人。都冇啫，淨係睇雞寶，睇下蘋果動新聞，其他嘢都冇乜點睇。冇啊！個對住個電腦電視都冇開，個電視喺廳度，同埋個電視根本冇必要開電視，喺電腦度做好啲做曬所有嘢。電喺個電腦度都睇到電視噶嘛？而家佢哋啲官網掉曬上去嘅，即係佢哋上翻個官網就喺睇電視。TVB 可以上去個網度睇電視，喺電腦度睇電視噶嘛？所以冇開真嗰啲電視，嗰啲真嗰啲電視，我諗除咗攞嚟打啲電視遊戲機，我都唔知有咩用啊！誒，頂多睇嗰啲上嗰啲要收費嗰啲電視嗰啲咯，咁咪都冇乜用。第一個祖國劇，海味冇啊，你走咗。噔噔噔噔噔，
插手系咁走，狂走佬。50路，冇啊！50路唔啱我啊！30路我都唔得啊！细同我咁大都系一啲啲嘅，我中意啲细个啲，我唔中意大，即系顶唔上脑嗰啲。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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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识食，除咗钱咯，话钱嗰啲咯，食可以食埋佢啲钱咯，系嘅，多啲钱，又食又叻咯，可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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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而家冇丢失影格，而家 OK， 一直都系绿灯。剛才啱啱八點幾嗰時有開有紅燈嘅 cap 咪，我成日叫紅燈 cap， 但係你哋話 cap 咪，佢哋話冇問題嘅畫面，可能唔夠60fps 咯，變咗30，所以係咁紅燈，而家就 OK。嘟嘟嘟嘟嘟嘟，我見佢咁紅燈就唔開台主。好癲！咁咪啱咯，巨龍嗰啲咩老過你嗰啲，可以隨時結埋婚嘅嗰啲，係啊，等佢哋養你，咩唔使做，做都唔使做得咁辛苦，你大把錢，啊，一廿零歲揾個50歲嘅女人結婚，就唔使做啦，係咪？你珍惜食，通常都收埋好多次，同埋冇人肯嫁，唔係係咯，冇人肯娶呢啲，呢個重任交俾你。馬佬啲咪同你阿媽差唔多，啲師奶，啊又細又叻。即係揾個嗰啲師奶搭師奶，總有啲師奶離咗婚咧，咁咪去娶，跟住佢但可能啲師奶有仔女咧，但啲仔女可能同你差唔多大，即係唔知叫你阿爸定叫你乜嘢，即係差唔多。佢離咗婚嗰啲師奶嗰啲仔女同你差唔多大，啲搞哇心跳，啲搞笑嗰啲橋段，睇定啲先。拜拜。個網如果開台啲網絡有問題啊，即刻出聲。嗰個師奶，哦，哦，嗰啲 OK， 下次同佢講。踩板。開台個師奶有個 BB， 走先，下次同佢講。我直接我有方法直接揾佢，一早講咗同佢講過添。有冇嘢執？估個冇。接。啊！有 BBQ 啊，插手。砰！好，去嗰边先，去嗰度有部机啊。嗯？哦，地下室难通。
喺度 good 讲几次，地下室，系，佢有只狗，佢有只狼狗啊，有 B B。翻到猫眼，个 Call of Duty 听日先玩。头先我搞我整嗰啲嘢整耐咗，我见得翻半个钟，不如听日先玩。早啲玩 DVD。叮！叮！拆翻个图腾先，有人落咗地下室救佢。哦，喺下面。有兩個加速嚟加我，得，好好，仲爭兩部發電機啊！你依家叮，行嗰邊。在地下室的队友哔哔安安，我玩到一点，我玩 DBD 玩到一点，现在11:37，不要说笑，小个25岁都不是很啱我，咁大把大个大佬嗰啲大把，找个小就难啫，老啊用乜嘢啊？有排玩，多排整好未？而家一個人玩緊啫嘛。接，一人打機中，噔！明天要飛了，好像話要翻韓國。接。玩鬼，不灵！我唔玩鬼咯，今我头先玩咗阵鬼啊，唔玩鬼啊依家。上下嚟50路，你救翻40、30、39我都唔得啊，唔好话50路啊。27、28、29極限啊！對我嚟講，明天一早就要回，就要翻韓國夜市。冇啊！整嗰個乜嘢？頭先係咁丟失影架啊！我遲咗開台嘅時候，今日60有隻嘢，我遲咗開台啊！我頭先我搭半先開。先整好嗰個 OBS， 佢係咁出紅燈，係咁紅燈，唔知點嗰啲網絡唔知做乜事，我搞完都搭半，唉，咪聽日先玩，早啲玩 DBD 好過。強，乜料？大把30歲，我都冇，我同你，我開台講過話，我唔想結婚，我開台都講咗幾次，我話都唔知結嚟做乜嚟噶，我話我唔想結婚噶嘛，嘥錢啊！喺香港害死啲細路，喺香港仲結婚，害死啲細路，除非你離開咗香港嘛咩？
害即係無限輪迴，係咁害死啲細路。唔得，走唔到。噔噔噔噔噔，有間咩八十裝修鋪，全日咩通產要$52，好貴。啊，走啊走走，已死。喺香港真係唔真，喂，都有條界。喺香港真係唔好，真係唔好結婚。咩？冇錢結咩婚？超級有錢使乜結婚？$52。你有屋，你都要在香港讀書啊！丟丟啊！冇錢使乜咩？做使冇錢做乜結婚？有錢使乜結婚？噔噔噔噔！好有錢就唔使結婚啦，係嘛？兩個老婆再拍，冇人話再拍。噔噔噔噔！超級有錢啊！直情唔喺香港添，同哥行大望下買咩？點知茶餐廳$40幾，好有錢就唔喺香港，咪窮鬼！有錢啊，直情離開咗香港，唔喺度出現啦，已經。真係有錢咪又係死窮鬼，喺好喺香港，斬曬。啦啦啦啦啦！食常餐$30，喺工廠區先會平啲啲嘅啫，其他都唔會平嘅食嘢，都吸人又做廢青了，青衣城咩好冇運，日頭做鴨咩日頭做鴨，夜晚做賊係咪啊？呢個嘢嗰時小學啲同學成日講。日頭乜乜，夜晚乜乜，無限配搭。用腦筋，食個元氣，只做50路生意。青衣大部分都係垃圾，青衣都係另一個不同地方的山卡拉位，青衣青衣很垃圾。哇，又玩過受傷幾個人，玩過受傷幾人去。喂，做咩輕咗雞？啲輕咗雞啲，唔係喎。哇，頂！哎呀，冇啦，豬豬，你有咩搞？呢啲，只做咩屈你？商場唔知，大把嘢搞喺屋企。汪！哎呀，冇啦。咚咚咚，炸彈。
等哇！点击梗系唔系点击啦，好多样嘢。如果净系点击咧，有好多样嘢要做啊。其中一样咯，有帮助咯。其中一样嘢嚟嘅 YouTube 一定梗系唔系靠 YouTube 一样，好多样嘢砌出嚟嘅。不过有啲得我知嘅啫，要补血，冇咁。睇咁老，我睇後生廿幾歲嘅啫，喺度。先啊，多人但驚冇人，等佢更新，佢未有更新。張張刀啊！而家我咯。即係樣樣都識啲，樣樣都識做嘅。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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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啪啪啪啪啪。噔噔噔噔。嗰時係爭 YouTube 呢一飯啫嘛，而家 YouTube 都跌。啪啪。将系啊，每样识少少，同埋要够个量要多咯，个质唔紧要啊，最紧要个量多啊。清水剑，而家张张刀个量又多，即系 YouTube 啊，讲紧 YouTube 啊，最紧要排山倒海咁倒出去。個量個質唔使咁高質，最緊要夠多，多先係最緊要。最緊要倒水式，日日有啊，最好啊！我話日日有。你嗰啲通常要嗰啲整得好靚，好花時間。量才是最重要的，外國可能質緊要，香港質是垃圾，量才是王道。有部機都要打燈咁。嚟有時咩做一百樣垃圾，唔係人人做到。係啊，最緊要量，最緊要日日有踩板，最緊要日日有，住。人都型喎，個殺手，費事教啫。最難係個 twist 呢度啫，其實咁多樣嘢，而家 YouTube 嗰啲都唔係好難啫。YouTube，twist 呢度先至難啊！呢度要上面班人即係 twist 呢嗰啲內部壓頭係好難嘅事。你 YouTube 有人就得噶啦嘛，唔使嗰個 YouTube 官方壓頭啊嘛。呢度要依而家玩緊要壓頭啊嘛，你人多都未必壓頭噶，你知啦呢度。你 twist 呢度唔係人多就有用 ，YouTube 就真係人多有用啊 ！YouTube 淨係人多就得夠噶啦。
下。有窿喺度。揾多部機。唔係。部機呢？別。隊友在那裡中間一步啦，應該整機好引走去，佢唔跟我。我頂佢走路，哎呀！噔，得，踩板喺嗰度得，好有用啊！踩板有幾秒熒光，係啊！填到牙流啊，同填到牙流同一日，自己填到牙流喺下面啊，張相自己 Google。邊有28黐線？邊有咁老？唉，最近啊，點睇都唔似28歲啊！嗱。救命啊！救命啊，隊友，狗窿喺度。哎呀，GG啦！哦。冇人想睇啊，冇人想知道，屈人送禮啊，冇人想知道，都唔會送啦，你哋。啊！我想勾啊！可以做，你哋可以做送禮勤。哇！守住！哇！太遲啦，應該救佢，送個番號啊！唔要你 set 你。哇叮！你 share 啲 link 出去已經好，已經係禮物啦。share 嗰啲 YouTube link 出去，或者你唔知啊，你自己宣傳嗰邊嗰啲嘢已經係叫你個 friend， 叫你個 friend 入嚟睇依啲已經係好犀利啦！依啲五十路，我唔啱五十路。你睇，你碌翻落去。碌落去下面嗰個 Twitch 個畫面下面，你都大約估到我中意邊啲啊？嚟聽完少講，覺得佢自尊心重嗰類人。睇下咩咯，一試試啊！救命啊！一睇就知道我唔中意五馬路。
唔睇喎喎，啲 friend 唔睇台介紹都冇介紹都冇用。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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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十五分。喵，嚟招，出嚟，嚟再排歌。噔噔噔噔噔噔，三把箱仔。噔噔噔噔噔噔，其实我想玩 Call of Duty， 不如去 shop， 我搞咗咁迟先开到台，咁啊费事。好正入入 Call of Duty 嗰度，哇劲乸正嗰个飞机嗰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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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五马路周海媚，睇下冇嘢烧先，都有啲加分嗰啲玩晒，冇加分玩晒，甜豆芽流好猪，买正正，我啱甜豆芽流。好啱，我要六，嗯，出嚟開波，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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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要，好係啊，真毒啊，海味就多，係啊，我真毒啊，一睇就知我真毒啦，係咪？真毒台呢度。100% 真毒，我都是真毒真男人，我都講過好多次，我都是真毒真男人，仲毒過你，真毒台，真人好 MK， 真人中毒，真人中毒，我都點 MK 完全唔 MK， 邊個 MK， 少少都 MK 唔到，隔住個芒啊，都聞到我啲毒味啊，係咪？真人偽毒，真文偽毒，真文青，文青係嘅，我開台都唔知講咗幾本書啊，成本喎、啊，唔係個個台做到啊，想揾。啲有女女嘅工作下 M 幾咯 ，M K T， 我開文青啊！呢個係緊嘅啦，文青呢、這個我講幾本書，開台講勁多本書，成本講曬喎，唔係嗰啲咩一周刊嗰啲，唔係啲八卦雜誌，真係嗰啲書局嗰啲書。我扮女同你傾下偈，好啊，你不了出街出前少出街唔係著獨衫。咪恤衫咯，冇公仔咁，我又唔係中意動漫嗰啲嘢，我不嬲都唔係動漫嘅，我不嬲唔係睇唔係嗰啲狂追動漫，所以唔會著動，所以冇動漫衫咪又係呢啲恤衫 ，Uniqlo 嗰啲咯，咪嗰啲衫，你話嗰啲讀唔讀？仲偽讀過坤哥，我邊度偽讀？我一睇就知真讀啦。幾時見過我講嗰啲女女嘢啊？即係除咗 AKB 嗰啲，你幾時見我講過？從來都冇。我講咪又係講 AKB 嗰啲，講嚟講去，講嚟講去咪係講 AKB。有冇見？有冇咩掂過仔手啊？冇啊。咪係真到，我仲未撈到。咪一係講打機嘢，有咩好講？因為講電腦嘢頂多。以前叫我講同你哋喺度講女女嘢，從來都冇，因為真讀都冇，有咩好講？冇啊，想作都作唔到啊，冇，想扮識都扮唔到啊，出咩街？
你都冇份。喵喵喵喵！哇！教电锯佬，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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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唔系啱嗰啲咩五十佬？佢又有佢有搞活动喎，食板。佢嗰时佢喺西九龙嗰度有乜嘢喎？我冇去睇过你。金宝。翻唔到去補板，要轉呢邊。救命！得得得，好彩踩板，好彩踩板啫。得唔得？我去到嗰邊。二十，Eye of Beaten，新手鬼。我都想攞翻多啲時間玩 DBD， 老老實實，但唔得閒。我從來都冇厭過玩 DBD， 即係冇時間玩嘅事。要五幾時？唔係只係要五十路。正常正常正常，我哋應該唔會要五十路咯。五萬路做得阿媽咁樣啦。是不會，一定不會想要五萬路咯，係。睇 AV 都不會看，係咪？唔好話咩，唔好話真人。我邊陣有冇玩 DVD 呢排？有冇努力整翻電機？聖誕節啊，又同你哋點聖誕 no， 聖誕節又同你哋點名啦，又睇下邊個唔喺度啊！嗱，而家十一，而家十一月幾號啊？我話等下等下先，戀童狗，我下邊嗰啲算戀童咩？都過十八啦，嗰啲成班都，我俾人請咗出嚟呢個。冇人玩，係咪？冇人玩我都會玩嘅，即係街場總會有人，即係雖然少啲，電視一定唔喺度，我開住台喺度點名，冇人應機啊！到時冇話曬喺度。扎定名咧咩？報定名，我話就喺度我。我坐喺度同你玩 DBD 嘅到時。翻曬大陸，我唔知啊。出曬街咯，嗰啲出曬街唔喺度。咩？扎定名。只不過忍咗，我同佢吹吹下水，個個去釣雞，翻曬上去。你們咩做雞是對咩用心做雞，放心釣雞嗰啲咩中國餐廳定乜鬼嗰啲搞笑圖，咩近 M 記同 KFC 撈埋一齊嗰啲搞笑圖咧。咁都俾你見到踩板，我唔踩板唔踩板，哎行錯，哎算啦冇計，我都行咗路易行，次次，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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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
翻大陸快，我都話冇，我冇中國證，我去唔到中國嘅，其實我冇中國證，我去唔到啊。台灣又得，澳門又得，中國又去唔到喎。一次性交租，所以係去唔到嘅。中國移動，救命啊！補埋啊，補埋！嚇嚇嚇！一次性交租，有嗰啲咩？哦，鋸板都計數喎，原來佢鋸板都會計破壞，即係當佢踩嘢喎。啱啱鋸板都有熒光度，唔得呢度要走開，其實。踩板，熒光，執起，仲有隊友唔知喺邊，但都試過，地下室啊，嗰度係。我先，CD 回咗先。我你一步啦，啱啱最角落頭有一步。又踩板，不過落去救人嗰、那個，唔係死咗之後第幾次上勾？佢第二次上勾，救翻，有鐵臂，都有一塊板，賣，個個都補緊血，電鋸佬啊！撞埋一齊，冇啦，好似啲玩曬到啲板都，誒，係咯，玩曬啲板，
都系四七，无论四咯，不啦，四咯，隔前面就系勾，好，再排过，啲队友整得慢啊，呀，呀，俾我一定系疯狂整机。准时个闹钟，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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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开翻。开翻未？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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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翻尾嚟，开翻尾嚟，茶多多绿。鬼系你系咩？嗨，嘟嘟嘟嘟嘟嘟，开翻未？听到声未？你 check 翻嗰度。我而家你哋啲上网咧，个 I P 全部即系上网嗰啲大部分都唔系固定 I P 嚟嘅，会转嘅某个时间，因为佢唔系固定 I P， 佢唔系固定 I P 嚟，固定 I P 系贵啲。唔夠 IP 用，以前就固定一個，而家佢每日差唔多每日都轉，幾時轉冇人知道，係好興凌晨呢啲時間轉嘅 PCCW。上網唔覺噶，上網唔會覺佢轉咗 IP 嘅，嗰、那個影響好短，但係開台個影響就好大。你睇台啊嗰啲即刻啲跨啦，全部唔覺嘅，打機都唔覺，淨係開台個 OBS 先有問題。等一下先生，收咗食煙，唔好俾佢收咗。F 五咧冇收到，佢好耐冇入嚟睇，唔知道發生咩。佢會轉 I P 嘅，其他人都係咁噶啦。開台嗰啲先會知道，可能一晚斷幾鑊添，都開得耐。朝頭早佢好少，朝頭早轉 I P 嘅，所以朝頭早開台就唔會咁樣成日斷，好興噶。你唔覺每日到時到後嗰個時間就斷一斷。轉 IP 嘛，例如你班友凌晨瞓覺冇人用，同埋開台影響先咁大啫。就算打機都唔覺嘅，開台轉打緊機，我好多時我仲玩緊嘅我自己，只係個 OBS 斷位咗。同埋我唔食煙。但 PC 先得咯，香港搬埋好似冇，唔記得啦，都係都好耐啊。換 I 去轉 IP 先斷咗台啫，都麻煩。佢每次斷台咧，咁我又要將兩條片。攞翻落嚟，再剪翻埋一齊，先再掉翻上 YouTube， 要搞多重嘢。如果唔斷台，我可以直接喺個 Twitch 度，佢自己 Twitch server 掉個 YouTube server， 唔使用我啲空間，用唔使用啲 hard disk 空間，同埋快啲。而家斷咗，即係當我開咗兩次台，要將兩條片 download 翻落嚟，跟住再。
再合翻埋一齊，合翻埋一齊又要時間噶嘛 ，download 又要時間，跟住上另外上傳又要時間。咩老公？我有時我玩緊 Call of Duty 咧，玩 Call of Duty 斷咧，咁啊大鑊！我又要再做多一個步驟，因為我有一條我 YouTube 嗰度會另外 Call of 即係嗰啲故事遊戲自己一個噶嘛，咁我斷咗咧，咁我又單翻一次落嚟，先整翻一條 Call of Duty 一條片先。你整緊一條片嗰時，即係合翻埋。要時間嘅嘛，通常條片幾耐就用翻幾多少時間出翻嗰條片，但係出片只係出一只係整一條嘅啫嘛，即係要個零鐘頭後，你先可以再整翻連翻兩個鐘嘅嗰條片，所以慢慢有時我又搞到四點幾我先可以瞓上床，好鬼麻煩嘅。喂，呢個猛鬼怪好似係要做多好多嘢。不知道他踩看不到那隻無論眼夠眼夠即趁他未睡覺那些時候趁還未睡覺時即刻嗱聲救，一瞓咗覺你都唔使自救到人，台主都唔使瞓覺，要搞多好多嘢咯。救命啊！嚇死我！啊，瞓啊，一定要噶。咁啊，第十，我要走啦。你上嚟對整到我哋三個人瞓曬覺，啦啦啦！喂，分開！喺我面前踩板。拍死我！拍死我！唉，冇啦冇啦，講唔切。太似队友，大板，丢啊丢啊丢啊！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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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在嗰边，啦啦啦啦啦啦啦，嘟嘟嘟嘟嘟嘟，冇执我，我想咬呀！踩塊板，垃圾新鬼。你啲隊友醒咧，嗱聲整醒你咧，其實就好難，
即係依只新殺手有好有唔好嘅，佢一定要整到啲人瞓咗覺先可以攻擊。但係一隊友狂整聲你咧，佢根本吹你唔漲，根本打唔到你。即刻走啦！喺附近啦，殺手。啊！又瞓覺啦，又瞓咗覺了。都係嗰句啊，隊友快啲整機啊！乜都解決曬。冇啊！正常情況下。是不是隱形鬼定電鋸佬救了電鋸佬，電鋸佬不是最快的電單車的這個也快的，這個他這個也走得快的，現在這個殺手又沒人整機，都是有什麼救援都是啊！又嚟啊！救完都系冇用啊！唔整機，所以點都要有條友整機，同埋通常啲人都唔整機噶嘛，唔知點解，所以一定要我整機。平時玩一定係我整機，冇啦，知知。平時呢只咯，呢只行得快喎，呢只佢長期都喺望到。冇人整機啊！最緊有一條友瘋狂整機啊！你玩呢、這個陣型。冇人整機，你冇意思啊！教嚟都，所以叫你哋成日快啲，你哋唔整啊，我整。呢隊根本而家救人係垃圾，根本不如整機好過啊！救乜鬼嘅人，完全係垃圾，冇人整機。斷斷斷斷斷斷，醫生都係咁。救完都救完都系嘥心機，捱眼瞓。所以整機角色通常是我做，因為我最識玩，一定是我整機。那個 QD 啊，得我先撳得最準嘅啫嘛。都好醒翻。哎，走啦走啦走啦，分开走啦，睇下边个整到机，整机者，好啦，冇办法，零嘅，招，啊又嚟啊，招梦。都近距離嘅啫，睇定啲先。哎，又拆個包補補佢先，部機都整唔著。哎，嗰個真係有個包，補完先上去。個夢一中咗又中，個距離都近嘅木板位咁樣都過到噶啦。唔知邊個拆，應該拆一部機。睇定啲先。呢兩個上曬歐換喎，啱我先望到入櫃啦咁望，唔好偷睇我，你慢慢聽聲都走狗窿，唔係咁都知啊嘛。是不是絲絲絲語現在死了就出去了，聽狗窿，不在附近，沒有了，聽到啦啦啦，我想要不足狂奔。呢、這個殺手咧，即係我冇瞓覺，我唔會知道，我唔會睇到個殺手啊！你隱形鬼仲有少少影，咁呢個係直情冇，一定係睇，就算咩任何睇殺手技都睇唔到，你一定要瞓咗覺發夢魔，你先可以睇到殺手。
只聽到少少音樂咯，你判斷到佢可能喺附近。入夢冇即係點啊？入夢嗰個距離都好似都好遠都得嘅，我唔知幾多啊！我諗呢度去到塊木板呢個位都可以令到你瞓覺，會唔會喺中間間屋度？呢間大屋好容易令人瞓到覺，同埋你睇唔到嘛，基本上都中眼噶啦，就算嗰距離。啲同偷窺佬咁樣，要喺附近。入夢時間永遠瞓覺啊，冇人拍醒就永遠都係發夢夢。唔喺度噃，好啦，佢個殺手已經知道嗰個狗窿係咩位置。啊，要跑啊！見到佢。我聽唔到狗窿喎，放喺上面，喺中間，因為我兜個圈，爭圓心入邊未揾佢，唔見到，喺邊？係咯，有狗窿啦，依家。頭先喺度兜過，殺手喺嗰邊。一路行完冇啊，翻返去嗰邊，佢都冇追住我。好彩。噔噔噔噔噔噔，吱吱，冇事，好再排过。收埋个包，啪，再排。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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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俘虏。再嚟个，电脑难搞，电脑会电到你做唔到个动作，中途截咗你，咩落板救人可以一中电你就做唔到。那個醫生有個殺手是醫生呢，地下囉，電在地下傳囉，黐住個地有一個距離咁樣，黐住地一踩喺個範圍就中電，中電就做唔到咩落板啊，整機啊，整下電呢會可能爆機，開箱嗰啲又甩手咯，全部即係一定甩手咯。佢救人嗰啲啊，救唔切，救唔到又會停低，停低咪俾人劈，俾殺手劈。同埋電到有個限度，好似電到三級咧，就做唔到所有嘢，要解除嗰個電嗰個狀態先可以再阻止做其他嘢。又是中間在這裡弄先，有圖騰喔，真的夾一下，有隊友在那邊，
電到扯曬。嘣！睇會唔會過嚟先？佢劈緊人喎！呢個安全，同你講，頭先佢中間有一個，哦，舊電鋸佬。絕在這邊臨加速絕在這勾了不知道最後的隊友在哪裡還有、哦、在上面他的電鋸佬走上去不知道踩機好我跑在大船上先哇真的要跑上大船在大船有人在整機哇他遇到很適合我的位置救命啊看完一點看他去追他東方殺手好像沒有沒出過不是圖騰啊這裡沒有啊他拆了不是喎，有喎，個醫生咪係東方殺手咯。嗰個醫生咪東方殺手。有啊，出咗啦，已經講翻起喺上邊。那個醫生就係、是。叮叮叮叮叮叮靠下行，我見到個圖騰，喂兩部，中電嘅港燈，嗰、那個醫生放棄有句嘢咪成日咩放棄治療嘅呢一句嘢嗰、那個嗰、那個人就係、是、嗰個殺手。放棄做乜放棄治療呢一句出處嗰個人就係、是、個殺手啦。在那邊你又踩到圖騰剩了六成的部機大鑊冧多個，又對下呢度，整個一部機咁大把，就頭先嗰部細船機，又得一個，大船嗰部唔理佢住。那部都踩到所剩無幾，遲啲先理。
救翻，接，等盘过嚟。佢喺上面补紧血。之原型咩人？叫杨永信啊！你喺 Google 度就会揾到一条友，永远个永信任个信喺上面整紧机啊！个人有个队友受伤。點解而家 MK 妹好似成日拎住啲嘢喺後面個褲袋定乜個電筒？喂，唔好意思，見有作殺人佢冇，佢電人啫，佢真人電咗好多人啫，冇人死嘅咁又喺上面踩機，佢電過好多人攞啲電。仲差一部發電機依家，但係真人嚟啊！你其他啲德州電鋸，唔係德州好似都係有發生過，有啲係電影嚟噶嘛。絕就整好一部機，咁德州電鋸殺人狂係黐線啲嘢，真係死咗，叮整好，冇殺人都開，因為呢個殺手咧，嗰度中國人好多人話要整呢個殺手啊。投票投咗出嚟，跟住呢只 game 嗰個官方真係講得出做得到，真係有找數有整出嚟，所以呢只 game 喺中國好受歡迎咯，講得出做得到啊！即係呢啲廢 up 成真啊嘛，廢 up 成咗真事啊，啲人好支持。電燒唔識雷頓喎，唔識雷頓忍術，技能會係咩？唔知喎，冇諗過啊！我係人啦，如果係我係人技能。做乜鞭尸？可以 kick 低队友嗰啲可能啊，我可以 kick 低啲队友。啊，有咩逼啲队友去整机咧？走啊！逼啲队友整机嘅技能咯，咩唔准走部机，唔准走嗰啲啊！噔，好，再排歌。喵，都幾耐啦，暫時係狂玩個跑妹都自大咩？鳩噏嗰啲，唔知道。
噔噔噔，太害怕。哎，走咗，大佬走咗，再嚟个杀手，我肯定系用人啦嘛，我唔会系杀手啦，我系人咯，我系杀手都系整机啦，啲人唔整走部机唔准离开嗰啲啩，我系杀手嘅话，啲人会卡住咗喺部发电机度出唔到去。kick 隊友，個隊友喐唔到啊 ！kick 低跌咗落地下度喐唔到，咁咪殺手會打一個近啲嘅人保命，玩醫生可以嘅，玩玩場醫生，玩場殺手。噔噔噔，呢個醫生。装啲嘢先，假红灯呢个啦，装呢啲落去，再加分嘢，你玩雷切好，唔好用住啊，玩下加分嘢先。佢系用电死人啊嘛，个斩杀50%电流边招，睇下先。这个啊，增加系啊，睇下先，呢个系快啲中伏，睇气场，最紧加个地下嗰个，起码中咗电先，假红灯。喂，你咪用呢个，咁我剥呢个，用呢个，呢两招 ，shap shap shap。假紅燈近戰咪有用咯，遠啊冇乜用。你狂追一個人，追到好近嗰陣時就有用。即轉緊圈嗰啲木板轉嚟轉去嗰時咪有用。好容易做錯，好容易做錯動作。追緊其他人嗰時啊，係人都知假。近嗰陣時就好 fit 嗰啲燈。你唔知係真係嚟咗啊，定係冇嚟到？等緊，叮叮叮叮叮，個skin好柒，用呢個轉一轉。一個有電頭，一個係個跌個頭冇電，仲爭條友有黑色衫。但係佢個更新未，佢會有啲影分身嘅，影分身係一定係白色衫。如果你用黑色，嗰啲人就會分到邊個真身邊個假身，所以用翻白色衫算數。佢啲影分身仲未識跟翻你揀咩人，佢一定係白色嘅嗰啲影分身。冇人玩人。不知道咧，佢呢排個排多人排隊有少少問題，要等佢改翻。多排都係有啲問題，走唔甩。噔噔噔。撈緊，好似咁，差唔多啦，差唔多兩邊，而家好啲啦，就而家排隊，即揾場都唔係最差。有可能五分鐘內搞得掂啊！而家五分鐘內點牌應該都會玩到一場。啊，又係呢個地圖。
多人排嘅，一定係外國人嘅玩嗰啲就。誒、哎，我上邊有條友。得中呢下，就係咁咯。啲電同埋佢成日喺度亂嗌咯，即係好多嗰啲負面嘢集於一身咯。嗰啲電一中咗，佢成日耐唔耐喺度嗌啊，有幻覺啊，呢樣嗰樣，唉，俾落翻去先，上咗去當，我諗住佢會落木板之類，點知真係走。嗰啲電可以截住佢落木板嗰啲動作，同埋跨欄嗰啲。中咗啲中得多電會成日亂嗌，亂嗌你就知，即係你就知佢喺邊度咯，好似爆機咁啊！佢成日會亂嗌，嗰啲人中咗電就，同埋嗰電佢有佢個中電有個級數嘅，中到第三級電力咧，即係啲人中到第三級就做唔到嘢，只可以落板啦、啊。我有條友喺度啊！頂。牛皮避開咗，中救翻，上面有人爆機，哎，跟錯路。得見到，頂咁醒嗰條友塞住我啲頂住啲位，但行唔到。搞掂，佢想跨欄頭先，但係可能又急背脊，冇啊冇啊冇啊！咁呢度呢另外嗰幾條一定冇急背脊，佢係用係我個蜘蛛腳夾硬俾。蜘蛛腳夾硬俾佢嘅，不過誇誇就有個人喺嗰度，有黃色影分身，幫我提示嗰條友大約喺咩位。邊度啊？我叫佢中咗下，但我睇唔到佢。我喺度，救翻地下室嗰、那個，我喺度。哦，走咗。我喺度，得見到。中。又想跨欄，搞掂。嗰啲電係通常係啲輔助你啊，幫你布位啊嗰啲咯。中個電係
令到你做誒、哎、有人令到你做唔到嘢嗰啲咯，啲電又唔會電死人嘅，就算中幾多下都。咦、哎？有個人喺附近，我上邊。到你啊！中，佢想爬翻上船度，嗱睇唔到添，嗱上翻去，兜喺呢边，佢哋，同埋佢哋会见到有幻觉板嘅木板咯，有时中，即系等鞋码就系冇板嘅，咁佢可能谂住落板落嚟 fit 嘅，咁你咪可以打到佢。全部都是負面的，令到你容易啲用阻滯，可以容易啲揼到佢。上勾，又有一個喺呢度啊！依大有呢啲位，喂，邊度？見到？又想玩死角？打落去，射咗去，喂頂！搞掂，我電佢，等佢唔俾佢落木板，佢想落木板頭先。我有個人，有個人喺度，想救人呢度。你快啲勾咗呢條友，唔俾佢救。去邊去？有冇入咗櫃度？俾我估中啊！匿落櫃度咧，就可以避到啲電嘅，即系匿落個櫃度。喂，哎呀，有第二條友落咗去。何彪，冇啦，要上勾啦呢個，唔係就甩嘅。我識打唔到冧低嗰個人，咁就。都喺呢架船度。誒、欸，哦，冧低咗，係個陀錶完咗，咁啊聽到有人，但係我點解我望唔到，就瞓低咗。個陀錶用完，好死一件，翻返去嗰個地下室度先。冇人落去，屌！再踩翻部機，呢部機冇喐過，喺度有個人，得喺部機度，嗰樹度，唔中。中啊！俾佢搞到翻地下室嗰、那个，哎，地，俾佢走咗添，掂唔到佢啊！
佢繼續挨住。佢繼續挨住右邊走，就係停咯。搞掂。是不是又殺一件上去都殺兩個得這場升 van 哦在那裡你做什麼哦上面爆機會不會入個箱箱就可以避啲電，可以完全免疫啲電。唔知喺邊？哦，嗰度再煲。喺度附近有人喎。哦，佢喺呢度。好下邊邊噴上去哦特別積你到你到你到冇用佢想攞木板嘅，又用個電嚟截住咗佢，好死埋。啊！又係翻工狗，翻工狗聽日又要翻工了。又喺附近喎。在邊咧？會喺喺船上邊？翻曬工好過，唔該跪到。喂，走咗，唔喺附近。翻工咁每日都要入嚟話，佢聽日又要翻工了，慘。嗱，呢邊角落頭又有人啦！啊，就夠窿。好啦，玩到呢度先啦 ，DVD 就我哋聽日繼續啦。我咪唔知啊，後日啦，聽日玩 Battle 怪。用聽日又要打到哦，個醫生就係咁咯，都 OK 嘅。好，各位本書收台。晚安，噔噔噔噔，各位本書我係收台啦。尋日講到，講到村上春樹，佢最尾話咧，日本社會有個權力嘅系統，只要你身在其中就冇問題，脱離嘅話就唔得。但佢話我係我自己選擇脱離。我大學一畢業就脫離了昨天最後講到這裡那我們現在繼續講村上春樹那裡村上生於1949年父母都是在教授日本的文學爺爺是和尚外祖父是大阪商人有所得倍增的1960年代年少的村上從小就覺得日本的經濟奇蹟並不是全部都是美好永無止境追逐成長和身份地位令他
有困憂啊，而佢自己嘅人生多少亦都係為咗反叛而被設定嘅確定性。佢喺早稻田大學學習戲劇時認識妻子楊子，佢嘅父母就極力反對。當楊子第一次見到村上嘅父母嗰陣時，緊張到暫時性癱瘓。村上一邊讀書，一邊喺唱片行度工作。畢業前喺東京開咗一間叫做彼得貓嘅爵士酒吧，佢顯然樂此不疲，即使佢形容呢個係一件苦工。我得到呢個工作啊，做到凌晨兩三點，店裏面充滿住香煙同埋一啲醉酒佬啊，有時我仲將呢啲醉酒佬趕走，咩都做得出。佢酒吧度工作嗰陣時，開始每日晚上寫一個小説，一個小時嘅小説啊，就寫出咗《聽風的歌》，喺1979年刊載喺文學雜誌《群像》度，佢賣咗彼得貓專心寫作。1985年以《世界盡頭與冷酷仙境》獲得咗更加廣大嘅認同。故事開始係超現實嘅版本嘅東京啊！聚在東京地下住了一群專食生肉的生物燕蝎。這本書之後就是《挪威的森林》，以1960年代東京的學生運動為背景而展開的愛情和自殺的小說，在日本賣了400,000冊。村上對名氣越來越大感到不安，於是他離開日本，先到歐洲，之後到美國，在普林斯頓教書，部分是想逃離他的小說所造成的騷動，部分是將自己抽離1980年代末經濟泡沫高峰，以及他所說被一味的第一名主義壓垮的社會。我就是想逃離日本，我厭惡了死了在這裡這樣的生活，我太有信心，太傲慢，太富有。村上在1995年從自我放逐中回來，選了這一年重新面對大眾是別具意義。兩大震撼的第一炮發生在神戶這個海港城市，亦都是他長大的地方。1月17日早晨5:46，規模是6.8的巨大地震划破了日本最繁荣的城市之一，造成6500人死亡，伤者更加是是过了千的。村上在这几年之后写了《神的孩子都在跳舞中》，描述了一场地震造成的破坏和混乱。他其中一段就这样写：交通設施脫軌、衝撞事故、高速公路崩潰、地下鐵崩垮、高架電車滾落、石油輸送車爆炸、大樓化成瓦礫山、人都被壓扁、到處冒出火焰、道路機能全都摧毀、救護車和消防車全部癱瘓，化成一些無用的東西，人們只可以空虛地死去。這本書是《神的孩子都在跳舞》，時報出版，第117頁的。好，講了這麼多先，明天再講。好，收台，明天再玩過。Bye bye.